今天准备杀年猪了，今天是一个村里的大老板杀年猪，看到没有，他杀两个，每年都是杀的一白一黑啊。然后这个猪的话，已经坐车的话已经差不多坐了十来分钟的这个黑猪的话现在有点晕了啊。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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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不急，拿起就可以了，没事。